我们家的猪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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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只能砍成小块儿，清洗干净。给你爸爸尝哈味道，可以吃不？又要单身，不尝啊，可不可以吃哦？把那个煎鱼的皮子给它烫一下。猪片下锅爆香，葱姜蒜，川味豆瓣，香叶半个桂皮，干黑椒，干花椒，煎鱼下锅。来两罐啤酒，来点山泉水，来点毛毛盐，来点白糖，来点生抽，来半个剖好的洋鸡蛋，锅盖盖起，小火焖两个半小时。你这个要数那么久啊？如果要煨得久，猪小妹才煨得出来，晓得不嘛？你饿了？哎，就是。那我也找点吃的嘛。来，小婶儿，吃点好东西。你买那么多烧麦，这个鸡血贵得很的嘛？不贵，我成品那个水果生鲜不得火了，花一块钱就抢到了5斤丹东大草莓。他们和果农合作，都是产地直采过来的，超级新鲜，吃起来奶香奶香的。这么划算，送个香哦！很简单，你们还想吃的话，直接点我视频下方链接抢吧，上面还有一大箱5斤特级车厘子，都是一元秒杀。嘿，那么多一箱一点。不走，俺今天不想走。哎呦！又提到宝贵，走。今天他说累了，想休息会儿哈。明天我们接着走，要不？吃够了，哇，家乡伙食，还正在好香啊！这道菜再见。先把柱子摆哈。出锅。撒上葱花，爸，今天这个猪片团圆你上桌吗？上了哇！我来做吧，先来做。哟，我这先大的锅又捞进去了。进来吃。哎呀，再吃。进来吃。来，妈，你来再来个饺子吧。我这还有哎。再来个，再来个。好。来，先生，我一棍一半。要不要？来吧，来我一棍一半。好吃。来，煮好干净，煮个大的。好。当真在的。我给拿来。我都怕这竹子都有味道了。味道不嘛，竹子啊，香得很，你竹子味道都在里面了，嗯，安逸。